不要一脸惊奇，看的是你是你是你，我们平生亲戚，为的是你是你是你，你的智能艰巨，我先行的没人注意，多年来我们一直寻觅的是你。你不要怀疑你的美丽本来就是这样子，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件非常伟大的艺术品，有一种故事的发展，会有舞台剧的感觉，视觉盛宴，很有纪念意义，确实是艺术。你跟艺术不懂艺术，但是我挺喜欢的，是我截至目前为止看过最好的演唱会。美的不可思议，没什么。其实艺术的东西是跟娱乐其实是并没有冲突的，艺术其实听起来就是好像 很高深的东西，其实不是，艺术很简单，就是你拿出你的时间，你的耐心，你的心去体会，其实是没有错对的，也没有一个定案的。这个 show 其实注入了很多元素，我做到现在我还觉得有很多东西从他身上学到的，从这个 show。 所以很感谢大家进来一起经历，最重要是看演唱会就看得爽嘛。今天有爽吗？我已经看了15场了，第28场，7、8场，23斤，今天24次，12次，6次，对我来说是一种就是精神的寄托。面对于我生活上一些恐惧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，不管是噩梦也好，还是说未来的梦想也好，它都是还没有发生的。那所以说，一定就是向着明天更好的日子去出发。Ha ha ha ha!